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灰长十号零二灰长十号零三星穹铁道 2.31 条龙成就书籍宝箱折纸小鸟梦境迷踪王下一桶金表超皮诺康尼灰长十号开拓之尾号。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我们飞船最左侧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北移方向，小地图上方，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有个门，我们进门。进门之后，我们往右拐，上前方的楼梯，然后在这里上来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啊，旁边这些 NPC 兑换，然后获得一些奖励。然后在我们接着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抬头，我们上到对面的这个楼梯，我们绕一下，上来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好，我们打开这个宝箱之后，前方我们进门，进门我们就来到那一层，然后进来之后，我看一眼，在我们的右前方，右前方第一个小桌子的这里有一本书籍，拿完之后我们往前走，然后在我们的第二个，路过第二个，来到第三个这个吧台这里啊，第三个桌子这里，然后有一个拽只小鸟，在这里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最前方，然后我们往右拐，然后这里有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旁边这个望远镜我们点击一下，然后使用，然后我们朝右看，然后有个吹个酷炫的口哨，然后继续吹。好，然后就把这个销量给它吹出来了，然后同时还能获得一个成就，然后接着在我们的看一眼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朝这个方向往前走，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左前方这个桌子，在这个就是第二个桌子上有一个书籍，拿完之后我们前方能够看到一个迷踪，我们点击去付，就是客房部的迷踪。进来之后，在这我们最左侧的长条，让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然后紧挨着它这个最长的带果儿的这个蓝色，我们点击一下。好，接着现在在我们最下方这一个，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接着把这个最长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再看我们的屏幕右上角这里还有一根，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好，然后我们把镜子往下拉一格，好，看一下，接着我们把镜子拉到最上方，然后最就是贴着镜子这个蓝色，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接着我们再把这个贴着镜子这个刚才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我们再点击一下两下，然后同样是这一个，我们再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最长的这个蓝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长条的再点击两下，然后我们点击唤醒。好，接着我们再回头，回头之后往回走，然后往右拐，这里能够往前走，然后来到前方有一个小路口，我们从这个小路口拐进来啊，有个小绿植，我们来到小绿植旁边，然后在它的在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朝这个方向往前，这里有个桌子，然后我们有一个拽，把这个小鸟给它拽出来。然后在它的旁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我们打开宝箱，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看一眼我们的宝箱，现在是八个宝箱，然后我们往上拉，拉到最上方点击一下传送点，然后就能显出来这个小绯色夫人，然后我们现在是四只小鸟，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成就与你同行的回忆啊，刚才有一个与你同行的回忆，这里是一个成就，我给点快了，点没了，然后再看我们的书架，我们的书籍，我们往下拉，然后这里是两本新的书籍。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飞船最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右前方第一个梦泡，在这里有一个小书籍，我们点击拾取。拾取完之后，我们摁住我们的奔跑键，在泳池当中一顿狂奔，啊，不要双手，一顿狂奔，然后狂奔一会儿之后就能够，我们被一个人发现。好，他跟我们说了一下，但是我们是飞船的主人，他又不敢说，然后我们获得成就。拿完这一个成就之后，然后再让我们呢看一下西，这是西方向小地图所放，我们再从这个入口，我们走到泳池里走下来，你就能够看到前方有一个拾取这个书籍，然后旁边这个迷你船长就过来了，我们可以跟他对话。如果你没跟过来，你回下头，你也能够看到这个船长，然后你任意选一个选项都可以，然后这个对话完之后，我们又可以获得一个成就。好，我们直接退出来，没有，好，然后获得成就，然后接着我们走上泳池，走上泳池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这个长椅这里有一个书籍，然后拾取完之后，在这个最右侧的椅子后方，有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去，好，拽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看一下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前，然后前方有个气球，我们来到气球这里之后，然后这有一个台阶，在我们旁边向下的楼梯，好，我们慢点走，我们慢点往前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对话，然后你可以抬头看这个小钮栽在我们的上头，我们可以点击调查给它拽出来。好，拽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前方的门，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这个宝箱之后，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里有个加油站，我们先点击加油站，然后把我们的车放过来。那如果说你没有车，你又去黄金的时刻你买一个车，你正常你都应该能买了一个车的。接着他旁边的垃圾桶是强制进入战斗，所以要配好你的队伍，然后我们跟他对话。你这里选择哪个都无所谓，他都是要进入战斗的，我们可以先选择第三个，然后第一次不进乱斗，第二个你这四个你选哪个他都会进乱斗。好，圈完怪之后，然后有个对话，好，然后依然是你选任何选项他仍然会进入战斗，所以说都还是得打。好，我们这回算是完事。好，获得了奖励。接着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在这个车的后方有一个迷踪，我们点击修复。接下来在我们最左侧的这一个，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我们最上方这一个，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把镜子往上拉，让它形成一条通道，然后最上方的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我们把镜子拉到最下方，然后下啊最左侧的这一根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把最右下角的这一根长条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把我们屏幕最右下角的这一根长条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把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好，然后我们唤醒之后，我们走到最前方，最前方有个小鸟，我可以给它拽出来。好，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换一下角色，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啊？娜塔莎
换一下，换到我们队伍里，然后我们往前看，往下看，然后这里有个气球，换上我们的娜塔莎，然后攻击。然后如果有什么其他角色能攻击到，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打在公屏上。好，然后获得成就。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走右侧的门，所以我们走右侧的门走回去，然后走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这里有一个宝箱，拿完这一个宝箱之后，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有一个冰淇淋机，在这里是一个香鸟，我们给它调查，然后拽出来。拽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这里有一个商店，我们跟那个商店对话。然后选择你这都卖些什么，然后我们买一下我们的周边，然后退出来，退出来获得成就。然后你一定要确保这个 NPC 的这个什么情绪是对的，不然你是买不了的。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这里会进入一段剧情。好，然后我们跟着对话，然后我们又开启钟表把戏，我们把它调成欢欣耶、yeah。好，哎，好啊，已经获得成就，然后我们就已经获得成就了。获得成就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行李箱，在这个行李箱上面是一个拿完书籍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个柱子的后方有一个小鸟，我们同样的是，这样会痛吗？然后我们攻击一下，然后如果有哪个角色能达到的，你们可以弹幕里说一下，我这是用我的卡夫卡用了一个战绩才给他达到。然后接着我们往前右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进我们左侧这个门，我们来到门口，来到门口之后我们往右看，哎，往右看这个小绿植后方有一个小桌子，小桌子上是一个，然后在前方这个大圆桌子上，这里有一个小鸟，我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朝了一个方向前，在大厨的右前方，哎，在大厨的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西角抹前，然后贴着这个圆形桌子，圆形桌子绕，然后这里有一个贝拉，我们跟他对话，知名让我们开启钟表把戏，我们把它调成欢欣。让我们再跟他对话，竟然能吃到那位置的，开启钟表把戏，我们把它调成贝玉。我们开启钟表把戏，竟然能刺到那位，然后把它调成镇静。然后我们再开启钟表把戏，可真是来顿，我们再把它调成愤懑。好，四个轮一遍获得成就。接着在我们的就是西北方向小地柱左墙角，从那个门我们走出来，走出来之后我们往左拐，然后左拐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右前方，在右前方这里有一个能往里走的一个小凹槽，然后我们这里是一个宝箱，拿完这一个宝箱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柱右方往前，往前这里有一个小手，我们往前走，在这个对桌子这里有个小手，然后我们点击拾取，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最上方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跟这个绯色夫人对话，然后我们就已经可以领奖励了，10个小鸟全部集齐。然后我们打开小地图，看一下我们现在是13个宝箱，一个王下一桶。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成就，与你同行的回忆就是1、2、3、4、5，五个。然后瞬息欢愉一个，众蜜探奇一个。然后再看一眼我们的书籍，然后我们往下拉，然后这是1、2、3、4、5、6，6本书籍。